係啊，救命！我30歲。我翻到嚟香港想做啲咩啊？好想見多啲小朋友，俾多啲更多人分享到呢個金牌嘅喜悦，同埋同大家慶祝。我好想滑雪啊！因為因為以前一路都驚整親個膝頭哥，好想將啲成立一個慈善嘅基金或者一個社會即係社企去幫多啲小朋友或者分享呢個喜悦啦。我諗因為我哋劍擊佢嘅器材好多啦，跟住要有好難場地又有限制啦，所以我都好希望有好 high barrier of entry 嘅運動可以多啲機會俾所有人都接觸到，同埋仲有好多運動員都好努力，有陣時唔係可以用我哋嘅成績去衡量我哋嘅努力同埋對運動嘅熱愛，所以都好希望大家都一齊咁支持我哋。